富国山新剧团的巡演活动，今年在台塑企业的赞助之下，再度来到婚姻安排固定的演出。今日头一场是伫个布隆国小表演，透过趣味的现场演出来宣导圣严法师的出世理念，希望囡仔伫面对问题时阵，会当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甲处理。花果山的新剧团今年在台塑企业的支持下，再度在婚姻安排五场的演出。这是花果山所推动的转动幸福巡演计划。每年花果山都会选一挂偏向的国小进行巡演，散布关怀和服务的理念。我们这个是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下面的新剧团。那我们从2012年开始启动了转动幸福的计划巡演计划，所以每一年我们都会到偏乡的地区跟学校，把我们最纯粹的关怀跟服务来带到偏乡的学校跟地区。那2017是我们第四年到云林来生根，那之前也到了很多乡，那今年是第一次到包中乡。那我们今年的巡演是有13场在偏乡的国小演出，那云林地区就有5场。到厝内婚姻巡演的花果山新剧团演出的内容相当受到教育界重视和欢迎。因今年所演出的内容主要是宣导圣严法师的四大理念，培养孩童在面对问题和困扰的时阵，会当用正确的态度来圆满应对。我们今年的一个巡演的剧码叫做《小平安大冒险》。那我们其中的一种教育意涵，就是希望能够把圣严法师的四他，就是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处理他的一些问题，跟他的一种人生智慧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剧融入这样的一个元素，把心灵教育跟生命教育能够纳入，让孩子们除了很开心的看演出之后，他也能够把这些带回家，将来在人生面临到困难跟问题的时候，都能够把是他用得上。新剧团的表演剧场跟观众是无距离，今年的表演内容趣味够精彩。在这个村庄，从树上的叶子到地下的石头，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在表演结束后，花果山的人员还会跟小朋友讨论剧情，将戏剧要传达的理念传达给孩童了解和体会。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